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两房车。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延吉街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两房车。我们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延吉街，社区名称叫做贵族名门三期，屋龄有24年多，物件总楼高有9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5楼，全幢将近有19平，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将近11平。我们现场规划的格局是2房1厅1卫，没有阳台，还有一个机械大车位，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，格局非常的方正，两个房间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，还有多余的使用空间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这个物件1层有6户，共用1部电梯，2个逃生梯。使用的空间特别的漂亮，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全幢将近有19平，目前报价是890万，换算成1平单价也只有59万出头，总价非常的便宜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这个物件周遭的环境非常的棒，我们社区门口就是我们当地的延吉市场，生活采买非常的便利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们附近的学区也非常的多样化，有清水国小、安和国小，还有德林科技大学。目前为你们介绍，这边是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。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，格局非常的方正，两个房间都有对外窗，两个房间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，还有多余的使用空间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们这个物件屋主持有了12年多，目前单纯的换屋，单纯的买卖。这个物件可以让你们正常的贷款，因为我们这个物件持有了12年多，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，基本上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动作快。好的物件非常的容易卖出，不管是你们要买来自住，或者是要买来收租，都非常的划算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，
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。再一次跟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，这个物件位在于土城区延吉街，社区名称叫做贵族名门三期，全幢将近有19坪，目前现场的格局规划为2房1厅一卫，没有阳台，目前报价是890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59万出头，总价非常的便宜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，希望你们大家真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，动作真的要快，好的物件真的是一下子就秒杀。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贺成交，也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，赶快跟我电话联络，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，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房间的使用空间，使用的空间非常的漂亮，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这个物件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没有阳台，衣服是晒在外面的窗户，这一点是非常扣分的选项。如果你们本身对现场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，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，希望你们大家手脚一定要快，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，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。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、新北市跟桃园市，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，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，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，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好的物件真的是一下子就卖出了，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贺成交，也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。我们这个物件目前报价是890万，全幢将近有19坪，现场的格局规划为2房1厅1卫，没有阳台，还有一个机械车位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59万，总价非常的便宜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
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两房车。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延吉街，屋龄有24年多，物件总楼高有9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5楼，全幢将近有19平，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将近11平。我们现场的格局规划为2房1厅1卫，没有阳台，还有一个机械大车位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周边的环境非常的完整，我们这边刚好位在延吉市场周边，走路的距离就可以让你们轻松的采买新鲜的蔬菜跟新鲜的海鲜。如果你们大家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马上跟我电话联络，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，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，谢谢你们大家。